三楼集合，走。三楼集合，快，现在就上去。什么玩意儿？三楼集合。浩翔呢？三楼集合，快快快！三楼集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Hello， 你好。现在宣布一下今天的比赛项目。然后呢？什么叫那么干净啊？是一尘不染的。这个呢，就看你们做的程度怎么样了。最后的那一组将跳一支女团舞，发在微博上。我无所畏惧。他们那边想跳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那边就有两个想跳。我不想跳，不是想了吗？跳不跳都一样。是吗？他们没有没有。你们毛龙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他们三个人自己想跳，自己可以发微博，好吗？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没有帅哥，我们是要把所有的整体玩是吧？不是，是，所以说外面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放吗？也不一定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放，就是得让人看上去不能像你们现在这样。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？来，我们请看大屏幕。你想，大家才到这边没几天，就是太累了，没想去收拾。对呀、啊。所以今天呢，专门给大家空出了十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来收拾自己的宿舍，对不对？很合理，对吧？十分钟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扫地都扫了，好了。就收拾自己的那个，来，预备，三二一，计时开始。哎呀，快抢啊，快啊，衣架都不够，抽什么？衣服都还在地上走，好乱啊！哪儿？啊，我真的不想收，心情都不好了，整个。你怎么这么干？啥玩意儿啊？这肯定不是我的，这么小，这肯定不是我的。这就是你的垃圾。然后我衣服都要收。那你收衣服。这个箱子、哎、一样的吧，先都把各自衣服收好了，等会儿把垃圾再弄了。不慌，慢慢来。等一下啊，别拍我行李箱啊，有私人物品。还剩九分钟。怕我慌吗？我好不慌。整洁的人创造力要高出50%，这是有科学，对，这是有科学依据得出的。哎，我不装，我不装，你速度快点，没时间，我要非常晚。我不，皮盖在这儿。啊、哦，对，我服了。你什么啊，乖乖乖。这样算收好了吗？我这一根管子咋办呢？啊，我怕到时候有坏人进来，我可以防范。你从哪儿拆出来的？我自己装的衣架，剩下的几根管子。快让我。
果帮我聊。哎，我就放那儿不行吗？你收呀，你收，要不然丑。黄金起来，他就看不到我们这的地方了。还没装啊！不用铺啊，这挂着多好。我先帮你把你的箱子关起来啊。关吧。我感觉已经有点来不及了，没机会。谁把那个洗衣液放在那个？在我自己身上可以吧？这东西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还有三分钟。全部在厕所。啊，这交给你们了啊！我下去就能安置了。快给我开个门，快给我开个门！门一关，啥都不知道。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。还有一分钟。床，我对不起，我是一时着急。我这个放沙发上，放沙发上。放书包，放书包。你让我停，我就停。我不想跟你说。好。走了，门一关，谁都不知道。快床整理一下。倒计时十秒。喂，穿身上。时间到，所有人停止手上的活动，三楼集合。厉害！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三个人。三楼集合。刚才呢，我也是详细的检查了一下大家的打扫的情况，简单点评一下啊。首先是丁晨鑫和马佳琪，你们的房间看得出来啊，是平时有好好保持卫生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最后介绍的就是小贺、浩翔、真源，你们这个房间呢？还不错。领导说得好，我问你们，领导讲的头头是道啊，我不是。然后呢，是亚轩和耀文的房间，还没有出来了啊。可以看出你们很有创造力。创造力是有的，对吧？可能是工作量太大的原因，导致了你们一些细节没有顾及。那是没办法。比方说床底下的，我们床底下这么空，得放东西啊。他们都没有床底。我也是个空，还放了三双鞋。闭嘴吧你！
但是人家的鞋是整齐排列的，包括小丁他那条鞋。我们也是啊，我们都是放一架子。我还没说完哈，你们的那个柜子顶上，你是随手扔上去的吗？鞋盒呀、哎，有一坨毛茸茸的东西。那这是装饰的，绝对是、啊。它还不是完全在上面，它还垂了一缕下来。这不就是代表我没有创造力吗？这个很扭，这就很。我以为创意，我们比的是整洁度。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跳女团舞的人呢，就是。好，那么这一期我们就到此结束了。